希望大家呢就慢慢的享受今天的雪舞情哈，我们的这个御花园总团的这个大戏演出。好，那是不是我们今天呢，马上呢就要来邀请现场的各位贵宾来欢迎大家，把你们的目光我们一起转移到我们今天的大型灿烂烟火秀释放的位置，就在我们台楼的正对面哈，我们的河道旁边。那如果你想拍照的，还是想用你的眼睛来见证今天这么棒的这个我们端午庆祝丁端午佳节，我们新竹县政府非常的用心，那借着这个绚丽的烟火秀，让大家能够在心中许下您心中的愿望，一起来为新竹县祈福，一起来为大家来祈福，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的平安度过。好，那我们现场的各位小朋友，那我听听看你们的声音有没有比我更大声，我们一起来倒数计时好不好？好，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哈，来，我们一起倒数计时，5、4、3、2、1，来。用这个机会。